Yeah.
家好，我们是 SH48 Team S2。很感谢大家今天来观看我们的《让梦想闪耀》公演。那今天我们的 MC 主题呢是祝福 Saboki 的一句话，从我们小双开始。从小双开始，我说。叮铃铃，叮铃铃，我是你们的沈志玲。我是沈志玲，谢谢大家。我对 Saboki 的生日祝福就是，大家都知道 Saboki 今年是总选举第一嘛，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呢，他又是高三党，对吧？然后虽然我觉得作为一个学霸是会非常非常累的，所以我就希望他就是在工作累的时候、学习累的时候能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好，谢谢。我知道我是替你们祝福的，谢谢，谢谢。鼓掌，鼓掌。谢谢。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2 洛洛西子轩，谢谢。我对 Saboki 的一句话就是，小双也说了，像今年 Saboki 工作可能会非常忙，然后学业那边也是要兼顾，所以还是希望他们学校可以给他少留点作业嘛，对不对？然后希望他可以在课余的时间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例如吃遍上海的美食，或者是好，就这样，谢谢。Team S2 的五折，五折喊，很高兴今天能见到大家。五折，谢谢。然后因为 Saboki 又要读书，然后又要读书，也因为 Saboki 又要读书，又要公演，又要跳舞，又要吃，然后特别的忙。然后希望他能有更多更多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谢谢。大家好，我是 SABO 小龙女。很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生日公演，谢谢。光棒很好看，我为什么这个颜色这么厉害？真的很厉害，很厉害！你们最棒，然后要祝福自己的一句话，祝自己可以越来越优秀，就可以变得更好吧。希望就是再长大一岁以后可以变得越来越好，然后不要辜负你们对我的喜欢，谢谢。啊，我还要祝几个人生日快乐。我是按给我的名单顺序来说的啊。第一个是笨笨的水冰宁静，你在吗？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下一个是Ludy King， 是吗？是吗？祝你生日快乐。再下一个是雨酱，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再下一个是 GENIUS Genius， Where are you？ 哦哦哦哦，看来你不在。生日快乐。然后再下一个是菠萝宾力推赵佳敏，祝你生日快乐。啊，几个啊？啊，虎虎是你的曾祖母。祝你高寿快乐。
再下一个。哎呀，今天真的太多了，还有一个。下雨了，不着急。哦，好，那还有一个，就下一个 MC 再说，谢谢大家。快给 Taco 打电话。嘟嘟大白啦！你好，这里是张宇阁。也是新的一年，不是新的一年，是新的一年，就是新的一岁。然后小沃也要高三了嘛，然后祝他的学业越来越好。然后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很简单，就是可以多和我吃两顿饭。啊，约饭吗？嗯，约。好，就这样，谢谢大家。大家每天打招呼的哦。Hello Kiki。 大家好，我是 Kiki 许佳琪。哇哦、wow, so hot， 是很热情今天啊。我要祝我宝宝，就是没什么好祝的，在我心里，对，在我心里许佳琪是没什么好祝的。你要听我下半句话，在我心里你是最完美的。有套路，谢谢。爱上我了吗？你的肩膀上浮现了两个字，狗腿。你，我就等着你等会怎么说。好，谢谢大家。耶、yeah. ！全场的朋友们，你们好吗？总有一天让你们笑深深的。撑死！谢谢大家。我觉得撒 Voki 嘛，就是我们刚刚已经集体帮他祝生日快乐了，因为一首歌是这样唱的，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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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希望撒 Voki 嘛，他经常跟我说啊，怎么办，我的眼袋好大呀，然后眼圈好黑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关系，长在别人眼睛上是眼袋，长在你眼睛上是卧蚕。对，谢谢大家。我是于正正严雨珍。谢谢。我觉得 Savoki 不是要高三了吗？其实高三的压力真的很大，我就祝一个实际一点的，就祝他能够考上自己喜欢的大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SNH48 Team S2 毛毛李雨琦，谢谢大家。毛毛谢毛宝宝，统一一下好不好？真是，谢谢谢谢。今天有个生日祝福，祝我们亲爱的我宝宝熊。亲爱的熊仔仔，你范儿起得这么高，你等会儿如果不说一个更高的你就输了。什么更高的？那就祝萨沃克越长越高吧。好冷，够不够高？好冷，高。其实要祝萨沃克越来越完美，然后人气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好，我是 SH48 Team S2 的孔霄莹。谢谢大家。然后在这里想祝 Savoki 越来越好，然后节节高升，然后飞黄腾达，然后再多说几个四字成语。越来越棒，越来越好，越来越反正就是希望他每天都可以吃上他最喜欢的牛肉火锅。耶、yeah! yeah! 我说小戴，你说猫。小戴猫。小戴猫。我是 SH48 Team S 戴萌，谢谢大家。好，谢谢，谢谢，谢谢。注意嗓子，注意嗓子。然后，哦，谢谢。谁叫我老太萌的？
尊重一下病患好不好？然后今天是赵彦敏圣诞季嘛，虽然他已经过去生日好久了，但是呢我要就是注意点实际的，就是这大家都知道他刚拔完牙啊，不是刚搞完他的那个烤瓷牙，对对对，刚拔完牙术，然后刚弄完牙他就去吃东西了，然后还不顾一切的吃大白兔奶糖，你知道吗？握手会的时候就是路过我们，哎，要不要吃大白兔奶糖啊，因为这边刚弄好牙，这边吃大白兔奶糖。然后希望他以后可以注意一点，然后自己高三了要注意一下身体，然后也没什么了，少吃一点，嗯。然后我有个生日祝福，祝 ID 名叫渡边祝渡边小艺。好，不是，我不是故意口误的，不好意思。那个，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身体健康，谢谢。大家好，我是比起化妆更爱画画的 CC， 是晨晨，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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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站最后一个真的好苦恼哦，因为所有的祝福什么撒播越来越会吃啊，然后什么考上好大学啊都讲过了，然后我觉得既然撒播就已经这么完美了，但是它有一点令人很讨厌，讨人喜爱，百看不厌。行啊，越来越油腻了。然后希望他可以越来越讨厌，谢谢。耶、yeah. 哦，好了，还要在这里帮莫涵说一句，他马上就要出来了，大家不要担心，嗯。好了，接下来就请欣赏精彩的 UNIT 的曲吧。Bye.
心从此就被青睐。我一些不喜欢保持距离的恋爱，一直在等待，给我依赖，千万把简单的后的美丽。
心，你是不住你清澈的年纪 baby。多心事想起，被遗忘的
来宾就在此刻暂停，或许爱在记忆里一丝心，就这样无法触碰温柔结冰，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意没对白的结局，关于我们的爱情很伤心，谁的错也都是自己决定，别着急，爱情永远被困在记忆里。刚刚大家欣赏了那么多歌曲。
叫第一首，拜拜拜，对，第一颗糖果，什么的香蕉，什么的香蕉，对，那么多首歌曲，大家开心吗？不行，要先把该说的说完，把我们本职工作做好。第四首歌叫《新的港湾》，耶。迷宫怎么说的？你说叫新的港湾的，然后第五首歌叫不曾后悔，耶！大家看得开心吗？开心。我们第二个 MC 的主题叫学霸的自我修养。对，这是一个相当有哲理。Yeah, you're right.当然呢，在本次 MC 中，我们特地请到了泰国小公主。等一下，泰国小公主可能听不懂中文。萨瓦迪卡，干嘛呢？萨瓦迪卡。然后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国际上一流的英语大师。那么为了体现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学霸的感觉的，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做临场翻译。那么请先从两位的自我介绍开始吧。萨玛尼盖萨干妈干妈拉达。I know my car has seen I am my car. 我真的为你带一个人来。非常开心今天到场的有这么多人，然后他本人也是从泰国特地飞到这里的，然后希望给大家做一些你们不要跟我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好吗？我爱你们。那么接下来请我们国际上一流的英语大师来做个自我介绍。 Ladies and gentlemen, congratulations!Welcome to Star Dream Theater. Theater. 没有，另外一个发音叫 theater. Theater. 好了，到这里为止，我就听不懂了。各位能听懂多少是多少，然后就用心去感受吧。你已经辛苦了，其实我会讲中文。正经点说吧。就是。我心目中的学霸呢，可能就是有镜框，哎，对对对，有镜框，有了，是有了，有，还有黑眼圈，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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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的大家和台上的三位都是学霸。当然，我们说到学霸的自我修养素质这种东西嘛，就是像英语考试，说最简单的吧，就是这种外星人都听不懂的语言。对吧，我们来简单的描述一下。对于学霸来说呢，他们的英语选择题其实就是大脑中有一个语言转换机，就是输入到脑子里就自动变成中文出来了，对吧？然后像我这种英语考过个位数的人。你英语考过个位数啊？什么时候？你们老师没有教你三短一长选最长吗？是啊，我英语都考过100分呢。我对，总分150，对对。我20道选择题，对了，对了4道，那，哎呀，学霸呀，很厉害了你。但是我还是要澄清一下的，因为我的大姨，妈，是我小学的英语老师，所以就是我小学的时候，那就宠着你，惯着你吗？不，我当时可是英语课代表。全校代表。哇，走后门啊你！20道对4道，那是我，那是我初中的时候，换学校了嘛？那小时候那英语、数学、语文、地理、化学什么，蹭蹭蹭的往下跳啊！哎，我真的，你们不要管我是什么脾气，你们开心就好。当然，我当时全区考试，我好像是考了前3。当然，你们区有几个人？就3个人。
哎，所以你就是因为学习不好，然后上宝山了吗？哦，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对吧？脑子不够，我们就是用心感受这个世界，我们要用心感受这个未来，所以我去修仙了。对，然后徐佳琪呢？总的来说吧，我也算个学霸吧。霸。其实我想一下，我们三大河里面的学霸具备的素质是。默默没有腰，戴萌没有脖子，Sawaki 没有刘海，刘海是没有，所以我呢有腰，有脖子，也有肚子，所以我是以这个评判来决定我好像哦，我也是没有刘海，对的，对，那我所以我是学霸嘛啊。然后不是，等一下，许佳琪的脸在我这儿，她不要我了。我脸哪有你这样的？还有，我就是要说一个事例，就是我有个粉丝艾特我，他说他考试的时候带着我的和你的周边去考试，那个时候我还遮住了我的智慧的天灵盖，所以不太有用，所以他考砸了。对，那不是啊。然后底下还有评论，更可气是底下有评论说你带上戴萌和默默还有 Sawaki 这三个人，你就能保佑你过了。是啊，我也觉得那个粉丝不知道怎么想的。你看，本来假如说100分，他就算就是带了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如果是学霸，就算他们两个是学霸。你这句话我就不爱听。哎，我跟你说，我不知道是什么脾气啊。我们俩就是不行，四100分的试卷，带上他俩都得打个75折。这是多少分？更何况，哎，算一下，100分打75折是多少分？75分呀。不是，不可能。不是75分。古哲你呢？我觉得吧，虽然呢我曾经是一个学霸，但是呢我不承认我是一个学霸，所以呢我还是一个学霸。好肉。我问一句，你的语文是你的体育老师教的？怪不得。我非常自豪，真的。刚才听后台听许佳琪说她的英语成绩好像非常的好。是啊。多少分？100分，我刚说了嘛。100分。你们满分380分吧。我真的是来脾气的，我跟你讲，徐佳琪。好，接下来请欣赏下一首歌《捧地蒙他》。森林漫步。鲜花，好奇心在挣扎，想看世界就不要害怕。小孩子梦想大，何时才能迈开步伐？许多事有落差，你做好准备了吗？未知的森林风光，看不见的路还去吗？这张纸成长。
shake my soul. 那一道青春闪电暗射你，如此美丽钻进了心底，停不下来的眼泪着迷，现在未来活下去的勇气。你的感情风暴每次都出乎意料，加速度一直都由我们自己主导，对照的眼里总是有意思考，错过了这次是不是就会永远失效。你别再整天笑着对自己自信拍照，也这就是我们默契的暗号，最后的钟声是由我们出发的警报，这或许就是我们剩下最后的骄傲。清晨的太阳微亮的风景，一个人留下奔跑的脚印，那一道空荡的操场为你的身影，这样
就像无力反抗的蚂蚁，做着朝九晚五的事情。给自己改一个名字的话，你想改什么？那从小双开始。我吗？我一直都在给自己改名啊。比方说小大大。啊？沈大大。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就听起来很厉害。哎，我跟你说，我那个……那你可以叫沈聚聚。不是，谦虚一点了，含蓄一点了。我在外面就是人家就是有的时候要登记东西嘛，就像你团购啊，然后还有那个淘宝钱。差宝签收啊什么的，然后我的收件人都是沈大大呀，然后人家到我学校来拿快递也是叫我叫沈大大，所以其实我同学都叫我叫沈大大。如果是收包裹的话，我觉得改成皇上比较好，就是每次打电话皇上的包裹来了。沈大大是
什么呀？这听起来很厉害吗？好像是一个不入流的帮派那种感觉。以后都叫我沈大大哦。对，如果我想改名字的话，我特别想改名字。我发现从小到大，无论男的女的都叫陈思，哎，你知道吗？思思，你要说你要是跟你要是叫那个螺丝，呸、啊！什么？就是我，因为我跟我们家里人不是同一个姓嘛，可能我是哪个国的公主，然后被我爸爸妈妈捡到了。因为我妈妈姓唐，我爸爸姓罗。如果我现在跟我爸爸姓的话，那我就叫螺丝。那你为什么姓陈啊？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故事啊。我想如果叫罗斯的话，就是会不会有那个可能性，就去演那不说泰坦尼克号那个女主角，有可能肉丝，因为肉丝，对，因为我记得好像阳光哥哥就是那个平安哥哥，不阳光，就是平安哥哥就是那个、有点像鸡蛋的那个，就是那个哥哥，然后他就代言了平安保险嘛，所以我就觉得名字真的非常重要、哦、是吧，是你叫苹果好了，超级大的苹果。那我的话呢，我觉得就根据我的属性来吧，我应该就是许美博吧，就是咦，就是我的脖子很美的意思。我觉得你是许梅博吧，还许美博、哎、还许美博嘞，许美博其实是有脖子的啦，只是我不愿意生而已，是，那你生一个嘛，生一个啊，别了，生他生一个会把这里房顶顶穿的。就是、哇，那你是一个工具啊。我也觉得，如果说要给自己起一个名字的话，就是如果要给人家留下印象的话，就一定要是自己就是最明显的属性。然后，所以我又改名叫张帅。那我的名字就叫元帅了。哇。好，没了。好，因为我想别人看到我惊讶一点嘛，然后我的名字就叫吴哇，好冷哦，是不是很有震撼力？来，大家跟我一起念吴哇，好酷的名字。哇，完了，我成。到你了，然后。我跟着我爸爸姓的，啊、哦，这是大家的。然后我妈妈姓皮，我爸爸姓圆。然后小时候特别的胖，所以叫圆皮球。是真的。那你为什么后来这么瘦呢？后来因为我爸爸不是，就是我奶奶小时候给我吃那种维生素，因为我小时候很瘦，结果她就给我吃了维生素之后，我又变胖，就是天天吃饭吃三碗，一餐吃三碗那种，然后我就变得好胖好胖，然后小学之后又不吃了，又瘦了。哇，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方法推荐给蒋云呢？云姐她没用，她只吃肉，她不吃维生素。啊、哦，维生素啊、哦。云姐什么都不吃，她真的就是不胖，她只吃肉，对。据江湖记载，云姐好像只吃眼珠吧，吓人。那我们接下来说一点什么呢？那不然再改个英文名吧。好啊好啊，那洋气。我先说。好。Rose 都讲过了。啊，不要叫 Rose。你还可以加个前缀，你还可以加个前缀 ，Dangerous。我的名字嘛，就是后面那个思字可以拆成甜心，叫 Honey 可不可以？哇 ，Honey， 哎 ，Darling， 我是谁？你是 Darling 啊？不要。那你就给你取一个，就是最近最流行的雪莉。雪莉，为什么呢？就法文的亲爱的意思。哦，不要。好，那叫什么？你说那叫什么？塔口。我、哦、塔口一直在叫塔口口。塔口口这模仿之前，你们说呢？应该叫什么？啥 ？Handsome， 就叫 Alice 吧，或者叫 Kitty。Alice，Kitty。嗯，我叫 Beautiful。那我觉得我的名字很硬，你先喊你的。I'm beautiful. Wow. Wow. 高。
所以我们得在一起叫名字。对对，原来我们一定要组个组合出去。叫什么呢 ？We are beautiful. Wow. 你们的组合叫 Pretty Girl。啊。那你呢？我，你要对得起你的发型，那么凉凉洋气。我的发型嘛，其实我本来想叫布球。好像锅的那种，锅是布啊，布这些没有听懂，就是布就是那个球，英文球的意思。哦 ，Big Bubble， 那思思有什么想叫的吗？我啊，那你可以叫你姓南，嗯，以后可以叫你姓南，叫南波万。为什么要强行改姓？我还准备我叫徐 No 博，还是徐微博？徐微博，哎，好了。小双呢？小双不好，不知道取什么英文名，英文不好。喂，什么意思 ？Double 就是两个的意思呢。你看，就是英语不好，像我这种英语学霸。看我这种。哇哦！不用了，好了，那这组 MC 就到这里，欢迎下一组上场吧，拜拜。拜拜。说最近他变白了一点，所以 Kiki 跟上。我不要，毛毛毛毛来。没有，他们都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做色卡。因为你的裙子。做色卡。色卡。哎，不要这样嘛。来。哎，还好吧，赵传应该也还好。赵传有灯光。然后刚刚有截图了，你就这样吧，霞琪。有灯光打着，应该就没事。干嘛？你那么白。没有，你现在已经比我白很多了，害怕。你们两个白的人不要在上面比白好吗？可是白的就比较膨胀啊，显得胖，那黑就显瘦啊。对，是啊。哎，我们不要听他们唠嗑了，赶快开始 MC。如果你要换个名字，你会换什么名字？从许佳琪开始。从乐乐开始。从许佳琪开始。这么谦让吗？好吧，从我开始。哇。如果我要换个名字，不是吧？就是。想要就是别的改个名字，我要站得淑女一点，因为我今天是新娘。谁是你嫁的？我有当新娘的爱好，不行吗？然后就你爸爸同意吗？爸爸不同意。爸爸不同意。你们好矛盾哦，又要我娶，又要我嫁，我到底是？不，我要说我的名字了。像以前小时候中二的时候就觉得您这个姓特别您好吗？您好，林若曦。嗯，不是，就是少见的那种姓，就觉得好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还有木这个姓也觉得好听。木子，你不觉得刚刚旁边木子李、哦、不是？你不觉得刚刚旁边有一个炸这个姓蛮好听的？炸。闸北区炸酱面，不好，炸酱面那个，哎，炸听起来太油腻了，要不然叫蒸吧。我还是喜欢煮。没有什么哦，我有一个名字，你要取完整的名字，你说你和木文字，嗯。就你的名字就叫嗯呵呵吗？没有 ，Saboki 就是我起的一个很中二的名字，因为是我在中学一年级的时候觉得，有一个叫施华洛世奇的嘛，我就觉得哇，就好高扬啊！但是我叫自己施华洛世奇肯定有点奇怪嘛，对吧？所以我就把施华洛世奇缩短了一点，就叫 Saboki。哦，原来是这个样子。不行，我要杀人灭口。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要被你追杀，以及电视机前不是电脑前的。好，是不是很非主流啊？就你不把原因说出来，我以为是来源很就是查过字典的，然后你这样一说，啊，是啊，是我是，我感觉也要去找个平台教一教。没有，你想施华洛世奇起这个名字肯定查过字典吧？所以就算我查了字典了。好吧，你今天圣诞季你最大。然后我还有一个人要祝生日快乐，他叫圆圆。
又不能说多怎么办呢？好吧，啊，我本来有一个人就是握手会的时候跟我说要我记住他的名字，然后我还是忘了在今天，但是现在我又记起来了啊！我现在要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刚生日，他刚刚找了一个原因解释了一下，但是是不是对他说的，对吧？对，所以我是跟戴明说的，跟我在聊天，嗯嗯。好了，那你呢，徐佳琪？那么就跳过你了吗？嗯，不是，从你开始吗？嗯、好吧，好吧。长幼有序，不是。嗯、对对对对。我有脾气的啊。对，是吗？我中二的时期也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我也是觉得稀有的名字就姓比较好，我姓蓝。是吧？是，叫蓝若曦。然后有一天我突然醒过来发现我在清代，是感觉吗？是，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生活在文言文里面，哎，不是，是言情小说里面，对，然后女主他是有那个不是有人叫若曦的吗？对对，四爷若曦那个，没看过吗？没有。哦，那种就是文言文不适合你看。嗯，是。你适合就是，我叫蓝若曦，我走起来飘着七彩的光，身上的香气。是你太懂我了，就是这种玛丽苏文。是是。然后那个时候8岁的时候还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许天琪。8岁的时候给自己的女儿。是，是，那个时候我就幻想着。握着我的手，我害怕。幻想着我们的女儿叫许天琪。不要。那么你呢，戴萌？我特别高扬，很长的，戴聪明得来要稀，好吗？不行不行，我给你取个吧。不行，我就叫戴，以后就叫我聪明得来要稀就可以了。你就是老戴萌。戴点聪明得来点要稀 ，OK。那，许脑子不枪党姑啊？哎，戴脑子不枪党姑点要稀，不是你这样不通啊？嗯，我还是要叫聪明得来要稀。嗯，你还是就这样戴萌吧。好，跳过萨洛克，李玉琪。他刚说过了。其实我最早小学的时候，在外面学英语，有一个非常中二的名字，就是每个人都会叫Linda还是叫 Linda。Linda。Linda。哎，有首歌怎么唱来着？达琳达琳达琳达。嗨，那就是我。其实我现在想叫阿哈。为什么啊？娘子啊哈啊哈，不是应该我叫你们娘子是吗？娘子 Linda、啊、你叫什么？ Linda 叫阿哈。对，所以我叫阿哈，谢谢大家。孔霞颖呢？我一直都觉得四个字的那种名字都特别的有高扬的那种传统在，蠢的要死，像是吗？适合你、还给你，很棒、把它给我禁言。禁言就是像那种您已被管理员禁言，就是像许杨玉卓啊那种名字就特别有高端的那种血统在的感觉，然后所以我就想说，以前不是有个著名演员叫六小龄龄童吗？不是，那是他的艺名，不是他的本名。那也很棒哎，这个名字、啊，这样啊，所以蠢得要死，很适合。小玉姐叫十三小童吗？不好笑。然后我想叫那个孔小玲珑。你应该叫，不是，你应该叫孔小龙虾吧？不是，他应该想学那个佟掌柜叫孔十三香啊。那洛洛呢？洛大灵童。洛大无比。不不不，我觉得就是一趟下来他就叫洛展就好了。就是我一直都希望有一个少女一点的名字。其实我小时候就是我妈妈有一次想给我改名字，要给我改成徐若子萱的。哇，徐若萱吧，算了，徐若萱。徐若子萱，你不觉得有一种意境在里面吗？就是走起来那种缓缓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就不知道听了哪个算命的，就改成了徐子萱，而且原来是那个子，然后萱是那个子萱的子萱吗？仙仙剑奇侠传，不管哪个仙剑奇侠传，然后就改成了特别，对对对，是子，然后就改成了特别男孩子气的这个。然后如果上天再给，听我说完，然后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改叫徐子薇。然后说给自己起名，其实你们都太高端了，我觉得我跟徐佳琪能凑到一块儿去。对，凑一个许嬷嬷给你扎针，快去。你上，你上戴嬷嬷。你行，你先上。就以前写小说，
许佳琪叫什么来着？兰若曦，对吧？要这种声音，兰，我是兰若曦。对，要这种感觉。七彩的光照耀在我的身上，看到我在发光了没？蝴蝶围着我转，蜜蜂。哪来的香气？那是你的微笑。哇！咚咚咚，你的心里有人吗？没有。那我进去了。许佳琪不见了，许佳琪呢？兰若曦，许佳琪在哪里？任意门关起来，关起来。许佳琪在哪里？兰若曦，快告诉我。佳琪，你在哪儿？佳琪不见了。佳琪，然后他以前写小说，其实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写过。你也写小说啊？我写过。你是什么路子的？啊，我当时有在模仿明晓溪和杨千子的笔锋。哦，明若晓溪、啊、所以跟他的风就是跟他的档次是高了很多的。我的档次，嗯，对，我们就是没有档次。你即兴一段啊，有本事你即兴一段。来，来一个，来 stop 我给你们整点高扬的，虽然不是我写的，但是我一直背到现在。就是这样，我觉得许佳琪你可以背一下，下次你也许用得到。要吟诗了，吟诗了，就是这样。萧瑟兰城看老去，未怕多情不做莲花剧，隔泪倚窗愁不语，暗香飘尽知何处，愁到旧时明月露，袖口香寒心底秋莲苦，休说声声花里住，惜花人去花无主。好了，注意，好好好，注意危楼风细细，下面请看。好了好了，我要说做有个生日祝福、我祝一个生日祝福，祝小梦俊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耶耶。那接下来请欣赏爱的毛巾。当悲伤缱绻一个人，不再出
有深深的伤痕。哦哦哦，阳光清脆的铃声，带着骄傲着狂奔。不知向下的我们，一直显得太稚嫩，没有不悔的青春。充满鲜花的世界，轻笑着，去试着说出你流泪的过程。Thank you.
是一部电影，每个片段都在上演梦想的奇迹。瞬间分裂了脆弱的灵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需要足够多的养分去享受这一时刻最美丽的过程。就算伤痕累累，心里也从不畏惧，依然努力前行。唱了《虫之诗》嘛，因为之前是大家为我投票投出来的这首歌，但是一直还没有能够就是一个人给大家唱，然后大家很热情，声音都很大，我也没有听到我唱的怎么样。人这个环节终于就是终于表演完了，心里落下一块大石，嘣。接下来是吹蛋糕环节哦。谢谢，吹蜡吹蜡烛。Happy birthday to you.
华洛世奇。好了，我要许愿，优雅的春。要闭着眼睛许愿吗？要的，随意。等一下。好，我许完了。好了，终于最后吃完了蛋糕，真的进入了新的一年，新的一岁。是，就又长大一岁了。十六岁听起来好像还比较小。来了，十蛋糕。哇，记忆昨天的你，珍惜今天的你，期待明天的你，三年流转，陪你一起继续一起加油吧。还有，其实还有，我宝生日快乐！不管未来的路怎样，我们都会陪在你的身边。让我们一起努力吧！耶耶！灰姑娘的滑板鞋，我宝十七岁生日快乐！愿你能永远开心，我们会跟着你一起加油。其实那边有很多很多，我们为什么一直要看？我徐艺人在家，徐艺人又来了，徐艺人你怎么又来了？徐艺人，你怎么又来了？到徐艺人就是浪，好烦。元旦的时候他也祝福了。没哭，感动。哭完了吗？你慢了。很感谢大家，就今天给我准备了这么棒的圣诞公演，还有一直以来对我的关爱，对我的支持也有关爱和照顾，就是很支持我，还有总选为我得到了那么好的名次，就做的一切我都有看在眼里。然后又长大了一岁嘛，就之前十六岁的话可能还看起来就听起来像小孩子，但是十七岁我觉得就真的是大人了。然后就是十七岁就真的我们是老孩子。不是我们已经半条腿踏进棺材了。就是就真的很感谢你们，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你们，怎么办？我会加油的。然后，感觉真的语言能力又退化了。然后你们别举了，好累啊！你们肯定，我都就是你们做的一切我都知道。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要上高三了嘛，可能经常在剧场都会见不到我。然后，其他的地方可能也见不到我。没关系，微博见，心里见。这段时间呢好像比我可应该大概会跟我之前最久的一次就是三个月没在的时候差不多的时间，不知道要怎么样。不要指我不哭。然后谢谢你们一直都等我，我希望最后就是让你们的等待是值得的。回来的时候我会是更加优秀，然后更加对得起你们喜欢的 Saboki， 而不是就算今天出现在你们眼前
然后一点变化都没有，就反正就是希望我会更好的出现在你们眼前，我会加油的，真的会加油的。说得好，谢谢。好，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下一首歌。心动的错觉，又有什么？
带着好奇穿过无数条街，无法理性思考一切，左边淹死心动的错觉，右边伤脑认真的拒绝，复杂的感觉才能看清男人们的嗅觉。游戏寻找事实的眼神开始勾引你和我，却很清楚可许所许怎样都可以。爱人的底线到底价值在哪里？以为记住那些名牌和玩具，为了什么多少充满了玩得起欲望的游戏。所有星辰是爱来决定一切，看清楚巧克力的浓郁量感觉随心所欲，心动的错觉，右边什么认真的拒绝，带着好奇穿过无数条街，无法理性思考一切，左边也是心动的错觉，右边什么认真的拒绝，复杂的感觉才能看清男人们的嗅觉。
谢谢。Naoki。咦，哦，他来了，隐身的学霸，哎，小猫 K， 来了，那我们替他说话吧。好的，他可先说。好，欢迎大家今天来看今年小猫 K 的圣诞季。待会儿谢幕之后还有握手环节，请大家一定要期待。是机长。完了，既然他可都出言了，那他一个人来。没有人想带我，我们一起面对，我们一起面对。机长，熊掌，机长，嗯，好，就这样，好。感谢大家，就是这一次让我获得了那个百度日榜的冠军。首先呢，感谢第一名狗熊应援会XD XD， 谢谢你为我就是支持我。第二名是 QWSDQ471， 谢谢你。第三名是赵佳敏应援会，谢谢你。然后现在开始回答问题。祝我们永远的小团，哎，这个我就不念了，有点害羞。下一个不是，就直接念问题。请问咋不喜欢欧洲的哪个国家呢？这个国家有什么令你向往的风景名胜吗？我喜欢英国，之前好像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很想要去英国旅游嘛，感受一下当地的气氛。再下一个问题，就是问我刘海还能回来吗？这个要看心情而定，就是最近的心情比较大光明，所以就先留就是把额头露出来的造型。以后想要再留回来的时候要剪的话，其实也很简单嘛，到时候再看。对，下一个问题是恭喜日榜第一，对于穿新娘装有什么感想？是我的新娘装太长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是一直踩到然后容易摔跤，就觉得还是不太合适，就是可能现在还没有掌握到穿新娘装走路的优雅姿势吧，以后得好好学习一下。还有就是法波对接下来高三的一年里会有紧张感吗？紧张感当然会有了，就是普通的学生肯定都会有紧张感，那像我这样子就是两边都要兼顾的，肯定紧张感会更加的，就是比普通学生紧张感更加强烈吧。恭喜法波平日榜第一，
谢谢，生日快乐，谢谢。上来高三以后压力会变得很大，嗯，我知道。平时有什么释放压力的方法吗？有啊，我有时候无缘无故的就会喜欢喊，就是自己就喜欢，就是喊叫一下，然后释放一下压力，然后吃点好吃的，嗯，释放一下压力。再最后一个，啊，就是问我喜欢今天的婚纱吗？结束了以后会不会放一点婚纱照出来？就真的超级忙在后台，今天排练完以后就差不多要开始了，化妆也拼命的赶时间化做发型，照婚纱是很遗憾没有照到，然后就赶快换了重拾的衣服，不是，是吗？对，就赶快换了重拾的衣服给大家唱歌了。下次有机会的话多照几张给大家看吧，谢谢。哎，